think that's right。 那演艺圈潜规则啦。 听起来他很勉强。 我跟你讲，两句我紧绷啊！我还在等有唱准的。最后一句是当中最完美的部分，哎，因为他没有唱啊，没有唱的。最后他没有唱啊。你那个四个字送给你，个人评分是鸠占鹊巢，什么意思？是和声，和声要懂，要懂得。 把这个做球做给我第一次啊，对不对？他刚一唱和声，第一次唱，他一个弓箭步，哎，你做搞诶，来了啊！你手很会，先跟很会，还有和声的部分，白痴，然后唱那么重，没把握七年。好，我可以抱着你吗？啊，不用。 前面在闹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你会呢？宪哥唱过和声吗？唱过和声啊，鸠占鹊巢四个字，好不好？第二首，请准备，一生爱情。 这首歌的这样的和声算是比较简单，嗯，对比邓辉那个难太多了。他你那个是原木求鱼，因为刚那首歌并不适合做这样的和声，但他这一个属于三度音，就我唱这个高三度，比较规律，对不对？他只要照那个 note 这样唱下来，所以个人评语四个字：四平八稳。哦，谢谢，稳稳的。好，分数我摆在心里面。谢谢。好好好好好。 这个是不是我的错觉？我刚刚听到一半，怎么？不要吵！不要吵！不要吵！
对，合音的时候不要吵。静雯在后面前段的和声进来是很不错，那到后面他没有办法僵持住，对，所以声音等于是直接被勾去，所以那飘的你声音飘的幅度飘了大概八分之一音高，这么细，对对对，八分之一，你轻易人了。对啊，对，我做过45张的专辑唱片，好吗？他一啦啦啦啦啦，一啦啦啦，就差一点点，好像哦，对，是这样没有错。对，那我知道静雯那组也有四个字，哪四个字？情绪管理。不要吵，你不要吵，不是，你不要吵，我求好了，想要第三。你要知道，这是一个红花。对。和声就是他的绿叶，嗯，对，所以你要知道自己扮演的一个角度，有绿叶是这样，这是漂亮玫瑰花，对不对？它有时候出现，哎，有时候出现，有时候又没有，哎，头很好，这个四个字送给你，虎头蛇尾，好，可惜了一点，分数放在我的心上，谢谢，好，下面一组，来来来来，学府，哎呦，冲冲冲哦，两位，冲冲冲冲冲冲，也是专业，好，带来这一首歌，想和你去看五月的晚霞，来。时间它不会停留，把握每个路口，能牵手任性到以后，以后别做朋友。我们一起抵达远方，世界尽头你在就够。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，六月日落，在一起许。琴瑟和鸣，琴瑟和鸣是还不错，那它就是一种同床异梦。对，好精准哦，是有同床啊，对，同床异梦就是同床异梦，你们站在同一个台子上唱了一个情歌，但两个人完全没有在。双人床当中隔了一道海，你们要证实两个人声音能够在这个上面密合。你要知道，为什么老外那种情歌对唱的时候，他感觉就是两个人风云了，对，是不是这样？一桥是不是这样？嗯，对。My love，let only you in my life，let only sing that's right。演艺圈潜规则啦，听起来他很勉强。想要送哪五个组合？不要送我印象。哇！我跟你再次证实一件事：人对了就对。再次证明一件事情：爱情是强求不来，强摘的果实是不会甜的。神经病！一起欢迎飞道尔还有严艺两位准备爱我。走。
为什么会崩盘呢？这首歌太熟了。你想去？你又想回马来西亚了？不是，怎么会整个崩掉？我完全不会和声呢。我学了很多年，我好像你比较适合唱。其实你不用讲，我们刚都听出来，非常明显。